能否挑战一天只用各种雪糕棍儿？其实我切，丝毫没难度啊！老弟，你是真能厨艺啊！关键是，我吃完雪糕，那玩意儿都给冷了。那没事儿，我给你找事儿。你别去！超大雪糕棍儿，大号的大迷你雪糕棍儿。这是熏的吧？怎么这？咱家小伙伴都说了，要能挑战成功的话，他们就叫着全校的女同学来给你点小心心。妈，我必须挑战成功啊！安排早饭用超大雪糕棍儿吃鲍鱼面。哇哇，没难度啊！哇嚯嚯，这玩意儿香啊！美味美味。午饭用大号雪糕棍儿吃黑椒年糕牛肉粒。哇！哎呦哇，太香啊！或者是好多小伙伴问，六幺八买的新手机，旧手机可该怎么处理呢？那正好给咱家铁粉推荐一款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回收价格是真高，一台很旧的华为手机都能卖2000多，还有免费上门收件，不用出门就能把手机给卖了，真是特别方便。哇，那也太好了！那是必须的，太棒了，太赞了！晚饭用迷你雪糕棍吃冰镇草莓。哇塞，啥能拦着我呀？哦，太爽了吧！今天吃的真是无敌了。